压面机，把面压晃晃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用的压面机啊，虽说旧了点，但是也没用。大白菜切成块，用那个打蛋器，那个打菜机把它打碎，打成粘球状。哎呀，打成粘球状。打成这种就可以了。然后里面加点少许食用油，弄出来以后加点食用油，第一步打开机停，打开光面拧到20左右，先拧到20左右啊，这个也咱这个先走面皮儿，这不是面皮出来了吗？看到了没有？时刻，这个就是时刻皮儿，出来以后就是时刻皮儿了啊。看一下，时刻皮儿啊，撑出来了吧？撑出来以后，关掉光面成型。关掉以后打开光线，线它就走起来了，看鼓起来了吧，然后打开成型和光面，然后它鼓起来了是吧，你要打开就可以了，这样走起来，这样走起来就可以了，然后走起来以后你称一下这个重量，重量小的话可以稍微快一点，快一点以后你再称就到了，看到没有，然后就这样一直走起来就可以了，这个不变，这样就这样一直走就可以了，看，那走起来不用动它了，它就一直是这样，没面了光面，没馅了方向。